格式化条件的这个 VBA 程式啊，那最后当然你可以再加一个按钮，这个按钮按下它就执行。哦，所以有再把一些相关的重点再跟各位哈做一个重点复习。第一个就是 for i， 这个 i 的话基本上哦，我们是就是指的是这个列的部分，第二列到第32列嘛哈。那你将来可以套公式的，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工作上面，其实只要试算表一定有列嘛，只要是试算表一定有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套公式，以后列就是 i。栏就是追嘛，啊，看你有几栏，你就给几栏，哦，这个数字的话，那如果你要让这个数字哈，哦，变成是活的话，你可以去侦测它最下面是哪一列。那如果你要知道是最右边是哪一栏，也可以用活的。这个前面有讲过，哦，如果忘记的话，回头可以再看一下影片，先把影片调出来哈，哦，应该就有讲过的地方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知道范围，所以。如果这个范围你要让它，也许像会员资料会增加，你就可以怎么就去让它去侦测嘛。啊，如果说那个栏也会增加的话，那你就这个地方也可以写成那个活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自然就可以去抓里面的资料。所以在这两个回圈方的里面呢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哈，我把里面所有的储存格通通抓回来，抓回来做什么呢？做比较，比较什么呢？就是判断条件嘛。那第一个当然我这里面也有空白的，所以我这边会先判断它是不是为空白啊，这个刚刚有讲过。那再来就是说判断有两个，你可以在第二阶啦齁，第一个一定不能是空白的，所以这个是如果里面没有资料的话，没有资料表示说空的齁。那第二个就是如果里面有资料齁，这个相反嘛齁，没有不等于空字串，不等于空字串就是表示里面有资料，如果有资料的话才进到第二阶段的比对。所以第二阶段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地方一定有缩排，有没有缩排进来，表示说这件事情它为真的话才做这个判断和这个判断。 OK， 那如果这里面是礼拜六，那我们设定什么样格式呢？设定为底色，不跟这样颜字的颜色，缝的什么 color， 有没有缝的 color 啊？其实实际上哈，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去参考 cell 物件里面的属性。这个缝就是指的是属性，属性就是它的类似外观。这个相关每一个就可以控制它里面的所有的属性，给它要的颜色。它的字型的颜色是什么呢？绿色，对不对？啊，另外哦，刚刚有缺一个东西啊，我们有做两件事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设定颜色是绿色，第二个是设定什么？设定底色。那底色的话哈，在 VBA 里面怎么表示呢？它叫做 integral 的这个 color 哈，它的 color 它的颜色，就是它底下颜色呢。我要给它一个这个颜色，那这个颜色实际上是什么？大概就是浅绿色了，哦。其实我后来发现哦，如果浅绿色的话，只要调整什么？调整大概就是本来的绿色，再加上旁边两个颜色哈，多一点点，但是又不能到255就是变成白色的，哦。那如果是大概200左右，就会是浅，以这个为主的颜色。旁边两个是大概200，就是浅绿色啦。哦，这个是我记那个浅绿色的规则。啊，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哪个颜色的话，我刚刚讲过了啊，你可以在这边点下去，其他色彩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找一个浅绿色的话，你可以先点一个浅绿色，然后再制定一下，这边就会有一个有没有浅绿色的？啊，浅绿色的颜色刚好就大概204255有没有？绿色255，然后蓝色的话呢？204，因为204有点难记啊，我刚才记200好了，好，所以你看这200，好，这样比较好记，200也是浅绿色的，好 ，OK， 那个4哦，差一点点看不出来 ，OK 好，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浅红色的话呢，那就是红色255，那另外两个是200，有没有？浅红色就出来了，啊，如果浅蓝色的话，以此类推，哦。啊，还有你要什么颜色，自己再去加，你会发现颜色调好放进去，哎，你的结果就可以做出来了。所以哦，这个你可以当成范本，以后的话哈，
就尽量套用在看看各位的工作上面有没有类似的需求。其实你就多套啦，其实这种东西没有别的诀窍，你就多用，用久了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会懂得哦，原来这些东西哦，它的使用的，而且其实非常的好用哦。OK， 那再来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执行它啊？礼拜天也是一样，我讲 integral 哦，这地方的 color， 它的这个颜色255，其他200就浅红色。OK， 好了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来把它执行起来。那基本上哦，也是逐行了，不过刚刚已经逐行 F8 已经逐行过了，我们就直接执行好了，按执行跑一下看一下。OK， 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？结果跟刚刚应该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、啊，如果说啊，特别注意哦，刚刚跑的行进方向是先跑列，跑一列列完之后再下一列，再下一列。但是如果说你要希望这一栏先跑完，再跑这一栏，再跑这一栏的话，其实哈、哦，我们这边可以先把它清除，更正一下，应该是把底色先在无填满好了。那颜色也把它改回来自动这样。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更改它的行进路线，不要先一列再跑蓝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一个跟这一个怎么样呢交换一下，先蓝，刚刚是先跑这一列，跑完再换下一列，对吧？啊，如果你上下颠倒的话会怎么样呢？ F8 一下，其实它就会怎么样，先跑什么，先跑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会先跑一栏，再跑一列，所以全部跑完的话，因为直接执行太快了，它噗噗，有没有？所以基本上哈，栏列的顺序这个不是绝对的，就看你要怎么去执行啊，程式的逻辑了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可以给各位参考。那我们刚刚多了一个这个东西。多了这个 integral 哈，这个设定，那有个浅的绿色跟一个浅的红色哈，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哦。